我非常喜欢刘奇伟这个艺术家，时至今日，只要想到刘奇伟，他的神情、他的真诚、他的童心都还清晰地浮现，萦绕在我的脑海里。我喜欢他创作的形式，在材质运用上，刘奇伟选择以带有轻快、流动感的水彩为媒介，以小尺幅的纸张或轻薄棉布为基底，写下一个个如梦的预言。我喜欢他的创作题材，由于艺术家广博的人生历练和热爱探险的个性，在他的笔下，我们可以见到神韵活现的动物、土著及乡间田野的昆虫，信手拈来都能入画。我喜欢他创作中的色彩氛围，其用色利落，从不扭捏，赤红、湛蓝、鸭蛋黄、葡萄紫，不论什么颜色，在它的调度之下搭配起来都毫无违和感。我喜欢它笔下的造型线条，绘画时将物象混融自己主观的意念与想象，将造型简化转为一种极为容易理解、贴近共感的概念式意象，而物象原本的神韵却也丝毫不减。